大家好，我是 Yuki。 今天我接着为大家介绍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周边的55岁以上的社区，就是这里。Yuki 姐姐在佛州，Claremont 这个城市在奥兰多的西边，小区位于 Claremont 以南，靠近迪士尼，离中国城大概35分钟，国际机场大概40分钟。小区的户型基本上都是2到3个房间，从1400尺到2000尺不等。社区每个星期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，像是瑜伽，我们刚刚看到的烹饪班，还有学太极拳的。设备方面也很齐全，像是泳池、网球场、桌球、开 party 的地方，还有散步的公园。对55家社区有所了解的朋友们呢，都知道这种社区的管理比较严格，除了有年龄限制以外呢，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条款，比如说前后院统一管理，那这样那些喜欢花花草草的朋友们呢，就少了这么一个休闲的乐趣。这个55岁以上小区的优点呢，就是它可以在后院加建泳池，也可以用栏杆把后院围起来，那这样更有私人的空间，同时也可以随意的布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，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。你可以种一些小花、小草、小菜、小葱什么的。另外呢，小区还挖了很多人工湖，那尽量让每一户的后院都有自己的景观。虽然它的房子看起来没有其他小区的房子那么高大上的感觉，可是它很实用、很简洁，价格也非常的亲民。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它的户型吧。
这个户型到这里我就展示完了，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官方的广告视频吧。